期一是蔡雪莹同大家睇天气，受到东北季候风嘅影响啦，今日天气清凉噶。咁啊，风势图上面可以见到啦，风嘅箭嘴都几大，同埋几密下。咁吹起大东风，加上落住毛毛雨啦，今日各区嘅日间气温只系有16-17度左右啫，咁比寻日咧低咗5度左右噶。嗱，六点钟嘅气温咧就系15度，相对湿度89%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交俾铁先生。天文台预测咧，听日嘅气温咧就系介乎15至18度。嗱，喺地图上面可以睇到啦，听日喺本港嘅位置咧会有小范围嘅雨区噶。咁预测会有几阵雨，早晚会有薄雾，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，初时离岸系吹强风。咁而未来几日咧会持续受到东北季候风嘅影响，展望呢个星期余下嘅时间啦，天气都系清凉噶。而环保署预测听日嘅上昼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低至中嘅水平，而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低，强度系属于系二，强度系属于低噶。又睇睇其他城市嘅天气。广州、澳门有骤雨，厦门、台北都系多云，上海有骤雨，北京、沈阳都系多云，首尔多云。日本的大阪多云，东京明朗。东南亚地区曼谷明朗，吉隆坡多云，新加坡天晴，雅加达有骤雨，胡志明市天晴，马尼拉明朗，澳洲墨尔本天晴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有骤雨，奥克兰有骤雨。睇睇美洲，温哥华有雨，三藩市有雨，洛杉矶天晴，纽约落雪，多伦多天晴。欧洲方面，伦敦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苏黎世会有雪。呢一节天气报告完啦，拜拜。